感动的电影只看一遍，就能让眼泪流成了永远。经历许多风雨，现在才了解，沿途弄丢的心多让人想念。是你教我什么叫做坚决，在这瞬间鼓起勇气面对，体会过后悔，我才发现你的珍贵。你是我心爱心爱的心肝，只是人只要有你陪伴，就没有我们到不了的地方，有你就能前往。从不曾感觉这样的信念。我曾经说过，不会一辈子保护他。你的每天，你后悔了吗？脆弱和胆怯被拥抱下。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？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对他说这句话吗？是你教我什么叫做坚决，在这瞬间鼓起勇气面对，体会过后悔，我才发现你的珍贵。你喜欢心爱心爱的习惯，只是当机的地方。